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路遥。今天我们的委托人叫洋洋，今年刚刚20岁。很多20岁的年轻人啊，还在上大学，大部分人应该还需要父母家里的资助。但是洋洋呢，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不仅如此，他还希望能够撑起妈妈的一片天。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妈妈接到身边，和他一起生活。那洋洋和他妈妈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杭州，这就去问问洋洋。我是吉林卫视的路遥。你好，你好。你家住在哪一栋啊？啊，住在旁边一栋。哦，什么时候搬过来的？前2个月。前两个月才过来哈。是的。那来杭州多久了呢？半年。哦，来杭州才半年哈。对。之前在哪儿啊？长沙。之前在长沙。对。为什么会想来杭州这边？感觉杭州这边就是更好一点吧，就是工资啊、资源啊方面更好一点。哦，你是在这边主要做什么？他在找做模特啊。哦，做模特，杭州的资源更好一点。对。那来这边习惯吗？还可以吧，还可以。吃的呀，住的呀，什么习不习惯？一刚开始的时候，这边比较喜欢吃甜的，现在就是还可以，就是反正辣的、甜的我都可以吃，没那么挑食。老家是湖南的吗？对，对，没错。行，那咱们去你家看看，然后坐着聊聊。可以。今天的委托人名叫杨洋，今年20岁，来自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现在生活在浙江省杭州市，是一名平面模特。聊起现在的生活，杨洋的脸上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但是谈起今天他找到栏目组的诉求，谈起自己的心事，他却变得特别沉重。那么让一个20岁的阳光女孩心情如此沉重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他说这一切要从1个月前妈妈的一通电话说起。前一个月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我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当时很晚，后面我然后我就是上厕所看打电话的时候打回去，他说要我看那个家庭群里面，我说什么事情，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我爸爸很过分，你知道吗？我妈妈在他家群里面闹，你知道吗？他爸爸是在他们就你们家的那个群，没有，我妈妈在那个家庭群里面闹，然后给我打电话，很伤心，就是觉得在家里面真的就是觉得很难受，然后我就说让他离婚，然后他说我说打官司，他说打官司，他说很贵啊，10000多块钱，我说那没关系，那10000多块钱我帮你出，我说10000多块钱不要你出，我自己的我帮你出，我说你找个好一点的律师，一定要把他打，就是说一定要诉讼，我说我看你看不下去了，我说，他说爸爸会不会改，我说人家改了20年了，你还期待他会改吗？不可能的，真的。他把我妈妈已经两个人一起住的房子把我妈赶出来，我妈自己租个房子住。啊，他不让你妈妈在家里住啊？对。为什么？是有什么原因吗？就是两个吵架，他就离婚呐、我爸离婚就离婚，这房子归我，直接这样说。为什么一定是归他？那不是共同财产吗？他就这么说啊，他就说财产就是，我妈就说要用这个房子争一争，我说不，我说这是打官司，就很简单的事情。因为那个房产证的上面第一个名字是我爸爸，第二名字是我妈妈。那妈妈就这么好脾气，她就这样被赶出去住了？对啊。她就出去租房子？就租房子住啊。一出也买了房子，我爸把我妈赶出去，那这样有什么意义？直接离婚不好吗？真的，我跟你讲，一个女性怎么样，一定要法律保护自己。洋洋说，从小她是听着父母的争吵声长大的，每次父母吵完架，妈妈都会哭，而自己能做的，就是坐在妈妈的旁边安慰她。然而，1个月前，父母再次吵架，并且，爸爸一气之下把妈妈和年仅10岁的妹妹赶出了家门。洋洋觉得妈妈应该跟爸爸结束这样的婚姻了，因为她曾无数次的调解过爸爸和妈妈的关系，但都无济于事。那为什么事情呢？有的时候是为了我的读书啊，或者有的时候就是他们两个生活方面都有，
很多生活中细节我都不记得。嗯，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看到爸爸妈妈这样子吵架打架是多大的时候？三四岁的时候就看到。就有这个印象。就有这个印象了。哦，那当时你肯定很害怕了。对，我当时哭出来了，我很害怕，一直哭一直哭，但好像我哭也阻止不了他们。然后我爸就是说很大男子主义，就说你说什么做什么都一定要听他的，动不动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我没有和好，旁边邻居都知道。从小杨洋就感受到父亲在这个家里说一不二的强势，但这次他没有想到爸爸竟然将妈妈和妹妹赶出了家门。现在妈妈在外面租房子住，妹妹则借宿在老师家，而他承担着妈妈和妹妹所有的开销。这一切让杨洋觉得父母的婚姻是时候应该结束了。他也希望爸爸能有一个新的生活，妈妈有一个新的开始。杨洋已经设想好父母分开后，他把妈妈接到杭州跟他一起生活，他也可以给妹妹找一个学校。可当他向妈妈提出这些后，却遭到了妈妈的反对。可能一是担心我抚养权，二是家里财产，怕那个，三是怕就是关系啊或什么，外面流言蜚语。他想的很多啊，嗯，对吧？他和别人看来过得不好。我妈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她就是自己过得不好，给别人表现出来过得很好的。我觉得这有什么好隐藏的？我妈是很要强的女人的，就是家里已经这么不好了，她还给别人表现自己过得很好。我即使妈妈一个人单身，我们三个人，她也总比一个在身边好吧？真的。所以你是希望她能够到你这边来生活，然后也摆脱过去的那个阴影。对对对，最起码在我这边，我还有什么生活事情会帮着她。我这边虽然说没有什么，但是我还租了一个房子，一起住还是没问题的。对吧，在这边找一个好的工作啊都是可以的。嗯，但是如果是他来这边的话，那你妹妹怎么办呢？你妹妹还得在妹妹读书吧，或者是接过来一起读书，看能不能办个暂住证什么的，过来读书也是可以的，这事情也是能解决的，对不对？嗯，我一定要你过得好一点，是不是？让你离开这个环境，让你过得好一点，是不是？听完杨洋的诉求后，我们很欣慰，妈妈能有这样一个懂事的女儿。但是冲锋团队也有一些疑问，女儿该不该参与父母的婚姻问题？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想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主持人路遥、燕林的微信进行探讨。同时针对这个问题，冲锋团队也找到了心理老师黄小梅进行咨询。其实就女儿而言呢，我们知道女儿是一个在家庭当中的角色，她的身份是孩子。那对于父母来说呢，我们知道说婚姻啊，它是有爱情的，是两个人的事儿。然后女儿和父母之间，这叫亲情，亲情和爱情本身它不是一个平行线上的，所以她没有资格去参与父母的婚姻到底是过还是不过。但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是什么呢？女儿对爸爸或者对妈妈的这份爱我们是接受的，也是理解的。对于婚姻离还是不离这个事儿，其实妈妈是有纠结的，也就是妈妈没有想法要离还是不离。我觉得婚姻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两个人做主，当事人两个人，无论是妈妈还是爸爸，他们俩才有资格去谈日子要过还是不过。对于女儿该不该参与父母婚姻的问题，网络上众说纷纭。此时杨洋妈妈对于自己的婚姻又是什么态度呢？而刚刚杨洋说的这一切都是实情吗？冲锋使者燕林即刻出发，来到了杨洋妈妈租住的地方。看到，在这儿。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电视台的。哦，我叫叶林。你好，你好。这是洋洋联系的我们。哦。然后那个，我能进来跟您说吗？哦，可以，那请吧。啊，行，不好意思，那换一下鞋子。啊，不用，不用，不用。啊，可以吗？可以，可以，没问题。谢谢，谢谢。这个房子是租的吗？还是买的？租的。租的哈。啊，对。我看还没有完全装修完，那个楼梯还都是那种简易的，没有那个把手的哈。啊，是的，是的。哎呦，我感到很奇怪耶，好惊讶耶。对。洋洋找到了我们，然后他希望是你搬到杭州去跟他一起生活嘛，有这么回事吧？哦，是，他是这么说过。叶林顺利地见到了洋洋妈妈，对于我们的到来，他觉得很意外。今天很巧是周末，他也把小女儿从老师家接了回来。但是，叶林觉得小女儿还小，关于婚姻问题，还是有必要单独和洋洋妈妈进行沟通，先让小女儿到屋里回避一下。对洋洋也很善良，他支持我离婚，但是我想一下，因为我们家里也很多人觉得，就是说我离婚嘛，毕竟对孩子不好，因为孩子要结婚，没有一个父亲的话，人家是说你这个家庭的三观呐、或者就是说这个家庭的背景啊。也讲究什么门当户对啊，这些就是会对他有影响嘛。但我就想，就是为了我两个孩子，希望能够坚持下去。我想想，就是说他太年纪太小，要他承担这么大的事情，我觉得我于心不忍。提起自己这段20年的婚姻，洋洋妈妈潸然泪下。她知道自己的这段婚姻也给两个孩子带来了影响。洋洋很小的时候就无助地看着父母吵架，看着妈妈流泪。洋洋的妈妈不是没有想过结束这段婚姻，但她现在有很深的顾虑。洋洋妈妈说，对于这段婚姻，他当年是非常冲动的，这些年来他和两个孩子也承受着自己冲动的结果。就是说人家没了解到半个月嘛，我们就结婚了，就是属于那种很快的那种。因为在我们这个县城里面还是比较传统一点，没有像什么谈恋爱啊怎么样啊，时间久一点的都没有。然后结婚了半年的时候就有了洋洋，然后就一直吵吵闹闹。你俩都会因为什么事吵架？他会怎么跟你吵？大部分就是因为他懒，因为懒的话呢，我们就去着急嘛，就着急，因为毕竟要生存，是不是？我就会跟他说，让他去做点事情啊，赚点钱呐、但是他就喜欢晚上不睡觉，白天不起床。有时候我上班回来，他还在家里睡觉。我就因为人到了这个时候，多少会有点情绪，我也会说。妈妈谈到了闪婚的问题，从刚才洋洋妈妈谈到这个闪婚的问题，我想到了一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洋洋妈妈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要跟女儿去聊一聊，说妈妈的婚姻失败在哪里，就是因为彼此的不了解，就完全的不清楚，才急匆匆地走进了这个婚姻的殿堂，才出现了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女儿以后在交往啊，在处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彼此，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地在这个婚姻当中去寻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份幸福和温馨的感受。当年洋洋妈妈和爸爸只见过3次面，相处过半个月就草草地结婚了。因为两人没有太多的感情基础，婚后经常发生争吵。洋洋妈妈也曾想过怎样能让这个家庭不再有矛盾，思来想去，她曾觉得家庭的不和谐可能跟洋洋是个女孩有关。
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传根，传宗接代的这个嘛，可能就是他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大的是女儿，第二个也是女儿吧。但是虽然没有他在我面前提起过一定要说生一个男孩子，但是可能他的心理想法也是有这么一点的，可能我女儿会感受得更清楚，但是我还暂时就是说感受不到那么强烈。他还跟我说他不喜欢女儿，喜欢儿子，他觉得就是他觉得就是说投资我没有意义，他觉得女儿反而迟早都要嫁出去的，还没有个儿子来的实惠。他的小时候说如果我是一个儿子的话，他说会对我很好。杨洋的妈妈认为，既然是因为丈夫喜欢男孩，那是不是再要一个孩子就能够幸福？2011年，杨洋妈妈怀孕了，全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小生命上，但是事与愿违。爸爸可能当时以为是个男孩子，还挺开心的。嗯，结果是个妹妹啊。那当时妹妹出生之后，她有表现出什么吗？哎，怎么办？都两个女儿了，她能表现出什么？只是说，偶尔还是会逗逗她呀，跟她玩一玩，又怎么样？但我妹妹花的钱，教育方面也不是我们花的钱最多。嗯，主要还是妈妈在管。对呀。那妹妹出生之后，她和妈妈的关系怎么样？爸爸和妈妈？时好时坏吧。嗯，好，什么时候会好呢？好是怎么样的好？好就是一起吃饭，会聊聊家常。就是聊什么，会打架呀，天天打架也天天打的，基本上都是我妈人多。妹妹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改变，随之而来的是爸爸的变本加厉，所以杨洋的妈妈一直懊悔，是当年自己的冲动，糊里糊涂的结了婚，糊里糊涂的有了孩子。她曾对这段婚姻抱有希望，但随着小女儿的出生，都破灭了。可日子还要继续，两个孩子带来的经济压力也日渐增多。杨洋的妈妈决定，暂且把感情的事放一放，操起老本行，开启美容院维持生活。但没想到，美容院很快就倒闭了。反正他又有大男子主义，哈，等会你晚一点回来嘛，他就以为你在外面有什么，是吧？你又出去，又是说，因为我以前做化妆品的时候也会出去开什么招商会啊，搞什么订货会啊这些的嘛。出去的时候他就以为就是说我在外面做什么传销啊，又有出现什么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他回来就会说你。怎么说？他就说你又死到哪里去啦？你在外面又干什么传销啊？他说你一无是，他就说我一无是处嘛，什么优点都没有。他说就只知道做传销啊，乱来呀、啊，就这样子。他就会说这些话。你听了之后很生气吧？那当然生气。那你怎么回答他？其实我大部分都是选择沉默。因为为了这样一个生活状态的话，我就选择就是说怎么又去改变它。但是我发现我这么多年20年了嘛，我改变不了它。20年的婚姻生活，杨洋妈妈想过很多办法改变自己的婚姻状态，可都没有很好的效果。现在这段婚姻早已经不再抱有奢望，她也觉得自己过去有很多想法，很多做法都不正确，但他很爱他的两个孩子，他想现在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保住一个完整的家。经过重逢使者燕林跟杨洋妈妈的交谈，他也向我们表达了心声。他说，这就是他心底最矛盾的地方。他就是说，觉得我很可怜。他就说，妈，你守着这个家还有什么意义？他说你找这样一个男人，你图他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老公赚钱，他的能力也有限，即使这几年做药材生意赚了一点钱，他也不会付出认可。我洋洋读书的这几年，他从来没出过钱，是这样的。我小女儿了，也不怎么管。
他就从小到可能是他的家庭关系还是怎么回事嘛，从结婚到现在嘛，好像他都没买过一双鞋子给过我，这任何东西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买的，他的衣服他的鞋子啊什么东西都是很多很多的，我们三母女加起来都没有他一个人多。我作为一个外人，我听到了这个，我也能感受到一件事情，夫妻之间连最基本的平衡和尊重都没有，那可能爱也早就不存在了。应该让自己冷静地想一想该怎么办，一步一步来会更好一点。现在我跟他讲离婚，我跟他说，他就是说离婚可以，叫我了就带着我两个孩子净身出户。因为这个家庭以前我们是在一个镇上的嘛，一个镇上下来到县城里面也不容易，其实我们家的房子啊车子还有我们家还有一个门面呢、80%都是我占来的，但是现在都是他在使用，我没有用。昨天晚上不是我小女儿在他那里嘛，我去接她回来就讲到这个事情啊，他说那你就带着两个孩子走嘛，这些东西也不属于你。他说你想走也可以，他说我也不留你。就是他每次就是说离婚他也可以，但是就是说他不愿意也把财产分给你，就让你一个人净身出户带着两个孩子就走就好了，什么东西都属于他。其实在婚姻生活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女性是弱者，但是反过来讲，真的站在婚姻家庭的角度而言，无论男人做了什么或者无论女人做了什么，那么始作俑者都是另一半。那在婚姻的角度来说，错一定是最基本的，各方都有错误。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呢，无论是孩子还是作为婚姻当中的一份子，都应该看清楚自己该负的那个责任是哪一块。其实对于洋洋而言呢，对爸爸的这种恨的状态我们也问他了，说你都知道多少，孩子呢只是知道一些片面的，也就是说他自己亲身经历的这点事儿并不多。那可想而知，大多数的事情都是谁说出来的呢？是妈妈。也就是妈妈在自己觉得纠结痛苦不开心的时候，可能会去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甚至呢去说爸爸如何如何怎样怎样。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对于孩子而言呢，这个事儿已经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阴影，也就是他觉得爸爸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从女性的角度来说，我们真的不要让孩子参与进我们的个人的夫妻感情当中，一旦参与进来的时候呢，对孩子未来的婚姻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婚姻而言呢，我们都希望他是幸福的，但是一旦走到了离婚的这个地步上，我真的觉得女性应该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一段婚姻当中，我相信男性女性都是为这个家付出的，不管洋洋妈妈之前说做了多少努力去赚了多少钱，就即使没有赚到那么多的钱，她养育儿女去照顾这个家，她也为这个家付出了她应该付出的所有一切。所以无论怎么样来讲，从财产的角度上要去考量这个部分的，而不是说像爸爸说的，你要想走你就走好了，反正什么都不是你的。我觉得这句话，首先第一他可能不太懂法律，第二呢我觉得说的有点太过的轻率，我相信法律是公平的。那你现在以后对于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打算吗？那现在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多大打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因为我以前选择不离婚是吧，我就想不让我的父母担心，不让我两个孩子受伤害。其实像我现在这种状况的话，只会让孩子受伤害，然后我更加没有能力来保护他们，因为我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所以我现在又感觉到我这种方式再生存下去的话，会走得越来越深啊，这个关系会越来越不好。当冲锋团队提出洋洋妈妈是否还想跟丈夫修复这段感情时，她表示并不愿意。洋洋妈妈说自己现在很想离婚，
之所以还没有离婚，也没有把详细的经过跟杨洋说，是因为从小对杨洋有亏欠。因为那时候我生下他那年，我们家做房子，又结婚又生他，欠了很多钱。我把他带到八个月的时候，我就叫个妈妈带，我就出来工作赚钱还债。赚了钱之后，我就自己在我们那个镇上家还有一个美容院，还有一个美容院呢，因为做生意嘛，有时候也不能完全照顾到他，然后我就把他寄存到老师家里面。每次把他送到老师家，他那么小嘛，送到老师家里面他都会哭得撕心裂肺，但是我也没办法。扣了在我们镇上读了一段时间的时候，读了两年嘛幼儿园，因为想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长环境，然后我就把他带到县城来了。带到县城时，我也是把他寄存在老师家里面的。小时候呢，就是把他我妈那里也放一下呀，我姑那里也放一下，他舅妈那里也放一下，就是这里存放一下，那里存放一下的。这个孩子就是百家养大的这个孩子嘛，因为是生活上的原因吧，也是因为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照顾他，我要照顾小孩嘛。在他没有走进他的感情世界里面，可能对这方面呢，不能了解到他更多的内心世界，对他有时候也会语言上啊，或者这个处理方式上面呢，会对他不公平啊，或者对他也没有很多的爱呀、啊，他也总是说。生了我了他妹妹之后，我的爱啊就没有给他了嘛，都给我那个小女儿了嘛。不知道我现在他心目中一个什么样子，我也不是很清楚。杨洋妈妈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觉得很亏欠女儿，就是在小时候在这一家待一会儿，那家待一会儿。其实我能够理解妈妈的这种想法，但是就婚姻而言，真的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一种亏欠。为什么这样讲呢？我相信所有的父母都希望给孩子一个圆满的完整的家庭，但是两个人如果说关系不好，没办法和平的温馨的生活在一个家庭之下，那么两个人每天的吵吵闹闹对孩子影响会更大。所以我们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如果你爱你的孩子，请相爱的两个人好好的相爱，如果你爱你的孩子，请不相爱的两个人分开。为了生活，杨洋从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杨洋妈妈对自己这个女儿始终是心有亏欠的，而杨洋从小这种超出同龄人的懂事，也让妈妈觉得心疼。杨洋妈妈知道女儿现在在杭州的生活其实是刚刚有了起色，她不是不想去跟女儿团聚，她只是不想自己成为女儿的负担。他就是什么事情有家里女生的委屈啊什么，他就受着，他就为这个家牺牲太多了。我就是我在那个家庭里面，我能感受最多的还是我妈妈的温暖。那如果是比方说能够穿越时光，能够回到过去或者到未来，你最想到哪一个节点？就是到我妈妈没有就抱出来的时候，我一定不想让自己出生，我一定要妈妈没有叫爸爸，我也一定要帮妈妈，就是说遇到一个真正爱她的人，愿意给她父母什么的人，我觉得这样的话她肯定会现在比较好。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杨洋希望妈妈能回到20岁。这一次他真的希望妈妈可以为自己活一回。今天我们来会不会有一些意外？会不会感觉杨洋长大了？这是之前是提过，但是没想到他却一直放在心上。他跟你说的想让你和妹妹一起去杭州生活这件事儿，不是他随口一说的，他是真的想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他年龄太小了嘛，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我是感到很欣慰。但是我想不到他真会这么做。嗯。因为他以前一直是一个大大咧咧男孩子的性格，想不到他也有这么细腻的一方面。可能是说他看到我这种状态实在是让他心动，所以触动到他想保护我的这一种欲望。嗯。那你呢？你想不想去呢？想去，但是现在条件非常有限，
因为去那里的时候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生存问题，还有我现在我女儿在这里读书，你到那里去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与杨洋妈妈交谈的4个小时里，我们能够感受到她对孩子的爱，而这份爱并不是负担，爱是能够战胜一切的。杨洋妈妈表示，对于女儿想接她到杭州生活的想法，她还是想再考虑考虑。其实对于女儿来说呢，想要求妈妈过来尽这份孝心，还是那句话，能理解。但是她忘了一件事情，作为妈妈42岁的她，也就是人到中年，她完全有她自己的生活圈子，还有她的这个社会交往圈子。一旦要是到杭州一个新的地方，可能对于年轻人，新的地方是新的开始，特别好，但是对一个中年人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真的觉得她要学会去尊重妈妈的想法。严格意义上说呢，妈妈现在的状态需要的是爱和理解，而不是说手伸进来或者说打把伞替她撑起一片天。我看到这个妈妈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她是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事情的。如果女儿真的爱妈妈，还是要放下，让妈妈有自己的想法去处理她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替妈妈。我看到这个妈妈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她是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事情的。如果女儿真的爱妈妈，还是要放下，让妈妈有自己的想法去处理她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替妈妈做主。随后黄老师也跟杨洋的妈妈进行了视频连线，到底现在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最适合她的呢？刚才呢也了解了很多关于您的还有杨洋的一些事情。然后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位很睿智的妈妈。因为你看呀，就是孩子很孝顺，一直说希望你能够去杭州跟他一起生活，但是你很冷静，然后没有先跟孩子过去生活，而是先考量说如何先去把这段婚姻到底何去何从。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有效地避免了女儿和爸爸将来更大的矛盾。因为他们毕竟是妇女，就是打扮很可爱的自己，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也不想让这种仇恨继续延续下去。是的，所以说我说你是很睿智的妈妈呀，就是你考虑的不单纯是当下这么点事儿，你考虑的是女儿更长久的事情。的确是这样，对于妇女而言呢，无论发生了什么，那是血缘亲情，他们之间早晚都要有联系的。对，真的特别棒。我看您状态很好，现在的状态。我的治愈能力很强，因为像这样子你继续消沉下去，是不是怎么也解决不了问题？的确是这样的。其实从女儿的角度来说呢，我也觉得你要尽快的调整自己，因为女儿希望你快乐呀，对吧？女儿觉得，哎呦，妈妈受了那么多委屈，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特别特别的心疼。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您要是能够尽快的调整自己，让自己尽快的进入到一个快乐的或者说工作的状态里，女儿就放心了。是，会的。她在那边工作呢，也会特别的安心。杨洋妈妈说，她现在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杨洋参与了自己的婚姻，他知道杨洋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每天生活的都很痛苦。他很高兴杨洋能这样的懂事，但他也因为杨洋的过分懂事而担忧。
他请求黄老师可以说服杨洋卸下包袱，重拾一个20岁女孩无忧无虑的生活。广告很短，马上回来。好久不见，现在继续。妈妈很惦记你，妈妈觉得女儿很不容易，所以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宝贝？你要放下妈妈的和爸爸的这个事儿，就是把这个包袱放下。其实妈妈更希望的是什么呢？更希望的是女儿生活得好。只要女儿快乐了，妈妈就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所有的事情。而且妈妈说了，妈妈说，她也希望你能够相信她，能够把这些事情处理得非常好。而且妈妈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呀，好好的去爱你。所以呢，其实我在中间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对于你和妈妈而言，你们彼此之间就一件事情，都希望对方过得好。对，都希望他过得好，对，都希望对方过得好。所以说让我看到了什么呢？你们娘俩真的彼此都很爱对方。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都先好好爱好自己，是不是彼此都好了，那对方就开心了呢？他已经希望他过得比我好了。我觉得比如说我妈妈她有什么困难什么的，我肯定是一定会帮她了。我觉得她现在就是跟爸爸在一起生活的并不是那么好，所以我希望她就是说有机会过来我这边努力生活，就是说希望她过得开心一点，幸福一点。为什么跟我在一起就是说没有那么在一起那么的我明白，宝贝，宝贝啊，妈妈在乎，因为妈妈爱女儿，妈妈一定会在乎这个问题的，因为女儿还要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对不对？还有啊，妈妈还知道一个问题呀，女儿和爸爸毕竟是血缘亲情呀，对不对？可能今天啊，没关系的，我知道，我知道，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心里有气呀，很不开心，很不舒服，乃至有恨的，我都能理解你。但是宝贝，今年的你才20岁，你会长大的。也许，当你长大了，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宝贝了，或许到那个时候，你对于父母的感受也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变化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妈妈特别的睿智，妈妈给女儿留下了最宽的一条道路。所以宝贝，真正的爱是什么呢？真正的爱是相互成全，成全妈妈的独立，妈妈也成全你的独立，对不对？谢谢你们。不用谢，宝贝，对我们最好的感谢就是你开心了，笑得小脸跟花似的，妈妈也开心了，能够每天幸福好好的带妹妹，然后能够开始自己想要的新的生活，这就是最重要的，好吗？经过黄老师的疏导，杨洋意识到，对于他们母女来说，地理上的距离不是难题，心理上的成长才是关键。杨洋说，他会梳理好情绪，不再让怨恨淹没自己。今后他会尊重妈妈的决定，做妈妈的后盾。两天后，杨洋的妈妈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自己已经想清楚了，他知道在爱女儿的同时也要对自己负责，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结束这段已经没有爱的婚姻。同时经过深思熟虑，杨洋妈妈觉得虽然不能马上搬到杭州和大女儿一起生活，但应该多给大女儿一些关心，因此她决定前往杭州给杨洋一个惊喜，也把自己的想法和杨洋交代清楚。现在怎么样，要去见洋洋呢？心情怎么样？激动，又很期盼能看见她的样子。多长时间没见了？也蛮久了，好几个月了。还是想女儿的啊。是的。你是
前来过他住的这个地方吗？没有。你看女儿出去的环境，你不放心一些吗？是，希望她过得好，因为希望她越来越好，也是。对。好。今天是一个新的。本栏目奖品由三合一新方法养护骨关节的营养屋骨比例友情提供，凡是添加主持人路遥和燕玲微信的朋友都有可能获得专为中老年养护骨关节研制补密度养软骨润关节三合一的营养屋骨比例一盒，养护骨关节认准骨比例。你看女儿出去的环境，你不放心一些吗？是，希望她过得好，因为希望她越来越好，也是。好。应该感到真的很高兴，你长大了吗？真的别哭了，还哭。感觉你像个小孩一样，我像个大人一样的感觉。真的。别哭了。我发现你变漂亮。是吗？嗯。母女俩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们都能互相感受到对彼此的关心和爱，他们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对方好。接下来杨洋的妈妈也会在这里小住几天，最后希望杨洋母女摆脱内心的风暴，走出过去的阴影，迎来灿烂的阳光。